联盟命令林静航停止对抗，即刻返回沃托星。 人类只分有用的和没用的而已，但生命是有尊严的。我要你偿命。 带着仇恨与阴谋，沉入沼泽。我想埋下界限封侯的荆棘，刺穿这虚伪的文明。我到了淤泥深处，却捡到了一颗星星。